这是安卓手机啊，插的没错呀。现在呢？喂。哎。现在呢？是话筒的声音还是说话的声音？正在调试了。等一下，考验我智商的时候到了。啊，我已经换过货了，我换过货了，这插不进去吧？这看起来，这怎么插进去？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呀，那你是？要不我重新开一下试一下。我试了呀，我之前其实是话筒没有声音，然后我把它连接出来，我自己耳朵里听到了话筒的声音。我放伴奏。搞毛啊！听得见吗？我放了伴奏了。听得见啊啊啊啊 close to you， 真的听得见还是假的听得见？喂，算了，我拿电脑播吧。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，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，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演一演，气死我！我按照他的教程来的呀，这个怎么会没插上？我曾经想过，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。
嘴巴怎么了？嘴巴被你咬了。哎，我拿电脑串流了。你也很想要豆鱼，嗨，嗨屁呀，这么凶干嘛？直接拿电脑顶掉可以吗？为何我做任何事都如此的艰难？我拿电脑顶了吗？把手机关掉就可以了。